在漆黑的舞台，长长的布幕还没有拉开，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，一样在期待？也许你曾经失败，可是你没有权利走开，你可知人生就像那舞台，管你爱不爱。明道二十名当中这个是一个新的专辑，那就是薛岳的摇滚舞台专辑。在今天我们这一段当中也特别为您再一次的介绍薛岳这个专辑。那么薛岳在演艺圈是一个老人，但是以新人的姿态出现，推出整张唱片呢推动的都是摇滚歌曲，相信很多人喜欢他这首摇滚舞台。